好，来，我来接下一位啊、哦。阿包，好，来，阿包，你开麦。哎、欸、喂，听得到吗？嘿，听得到，而且你声音很大声，我调整一下。哦哦，好，来，哎，阿包你好，安安几岁？你好，杰克你好，哎、欸，我台湾人，花莲人。花莲呐、啊，哦，我有花莲的朋友。嘿，阿包花你莲，好。哎、欸，我38岁。哇，38岁！哎、欸，你好，你好，花莲的朋友，你你好，好，你好，你是本省、外省还是原住民还 是我各半，客家？你是本省、外省各半？对，我爷爷是国民党撤退来的时候，爷爷是四川的，OK，跟我爷爷一样，对，但是我所以我但我爸爸是在台湾出生那样，你爸爸在台湾，所以。对，但我妈是宜兰人，本省。OK，OK，OK，okay, okay, 对，okay. 好，花莲好，的朋那友你好，来，阿你包好，你你好，好，那你好，那我想先，刚第一个老师讲得很好，讲得超好的。然陈后老师，我本来以为台湾这个228的史观的教育已经没有救了，那没想到现在第一线的老师可以很客观的在。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去了解这件事情，而不是就只是听懒人包而已。否则，杰克，如果你有看近年的关于228的懒人包，其实都是偏某一方的说法是比较多的。我知道，那我有看那个 Chip，你知道对，他做的影片，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就是我们讲侧翼好了，或侧翼史观好了，有意为之的，他要不断的灌输、不断的制造、不断的塑造这种比较偏激的、偏某一方的说法，然后让年轻人很容易的就我就信这一套就好了，对我啊。不需要去思考，我不需要去思考另一方的史料好了，甚至我只要听这个懒人包讲，国民政府来就是屠杀台湾人，对，屠杀有计划的屠杀台湾精英，台这样籍精光英，是对。屠杀，对，台籍精英，光是屠杀台籍精英这件事情就根本不成立，因为一堆台籍精英就进入了国民政府，就进入了战后的国民政府统治的体制里头，他们成为了一起统跟着国民党一起统治着台湾人，台湾这个当时的这个。统治的情况，他们其实并没有被屠杀，或者是被我是说，并不是全部都被因为228或者说白色恐怖而遭到一个我们讲说有计划的被屠杀，而不是他们很多都是最后选择我加入了这个政府，然后同样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杰克你有观察到这几年来的史观越来越多，我讲几个关键字就好了。第一个铁丝串手，再来打母弹。国民党用打母弹屠杀台湾人，那我可以这边问大陆朋友们一句话，就是说国民党有没有在大陆使用打母弹？如果有，国民党有这个部队有这个东西的话，又在大陆使用这个东西在对付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早就那些文宣什么的早就诉诸国际控诉说，国民党使用这个不人道的武器，对，但是却我目前看到的就是，台湾这边有史观说，在228期间，台湾使用国民党使用打母弹。好，再来，我去年还是前年看到高雄228期间，国民党部队把居民、把民众赶到地下道，然后丢手榴弹。我不知道杰克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新的崭新我没有哎，我没的有，史观，没有。他就跟。整二一师上岸，基隆上岸后扫射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被经过渲染后的一个情节，却被不断的去流传，变成像一个好像是有确切证据的一个情境，却被不断的在流传下来。那你会发现，这几年来这类的故事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那大家就是忽为了略到政的治，是，为了政治服务啦，讲白了就是这样。对，对。那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说，228其实
发生的时间点离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才一年多而已。对，刚刚杰克你有提到说，哎，您爷爷是也曾经是我们讲接收大员，对，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说，您爷爷当时碰到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台湾，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近代现代的台湾是不一样的。嗯，刚刚那个历史老师还是前面的朋友有提到说，二战的皇民化的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说，二战大概民国四十三，哎，应该是1943年左右吧。嗯，日本政府日本帝国缺兵去，所以在台湾征召军夫到南洋去。嗯，那征召这些台湾人呢？台湾有多少青年愿意去报效这个皇军去加入这个？我相信很多啦，因为当时对很皇民化，超过对啊，我听过的说法是超过40万人。嗯，他们写书去，想要甚至用血留下书去要报效。要加入皇军去，啊啊，对，他们那时候并不见得是，真的是很认同自己是日本人，而是说，嗯，那时候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地位是有落差了，嗯，他们透过参军可以提升他们在台湾的地位，对，所以你能想象说，当时台湾的比例竟然有几十万人想要报效皇军，嗯，你能想象？现在的国军，就算现在蔡英文政府主政下的国军好了，有那么多比例的人愿意这样勇敢的报效国军吗？根本就也达不到当时的那个比例。嗯，所以您爷爷当时在接收这个台湾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就像您刚刚，应该是您刚刚之前也有提到，其实台湾那时候还有很多他的血统是汉人，血统是台湾人，但是他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对。甚至还有日本本来就留下来的，或者是他心里是认同自己日本的，对，嗯，对，就是这两种。对，那好，那血裔是汉人的这些台湾人呢？虽然他们经过皇民化的教育，他们觉得自己是日本人，但是在日本人战败的那个刹那，当台湾人瞬间成为一个战胜国，由战败国的这个日本成为转换成中国统治下的战胜国的一份子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其实是很急迫的，应该是说有带点高兴的。在国民政府还没有来接收之前，他们其实是很高兴的，说：“哎，我不用当战败国国民了。”嗯，我瞬间成为我翻身了，我翻身成为战胜国国民了。对。但是刚刚历史老师也有提到一件事情，日本人在离开之前埋了一个经济的炸弹，嗯，就是金元券的一些问题，嗯，它造成国民政府来接收的时候，经济上台湾的经济是一团糟了。对，那这个一团糟的情况下，你再加上二战期间，台湾其实遭受过美军的轰炸，是他把许多基础的工厂的设施都毁掉了。嗯，所以像你爷爷来接收的时候，那些日产、那些工厂设施，还有台湾的经济，他面临到的是其实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当时陈仪来接收的时候碰到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嗯，那如果国民政府又没有办法扭转那个经济的状况，那这些原本台湾人他开心的从战败国变成战胜国国民的这个喜悦，会很快的变成一个说你没有把我们顾好。嗯，你没有把你这个外来的一个这个接收的政权呢，你没有把台湾的经济搞好。嗯，但是他们会很直接的把这个怨气呢怪到推给他们当时的统治者。对，对不对？所以那也就是在228的时候爆发的原因。如果当时大家人都吃得饱，穿得暖，都有钱，谁会去搞这个有点造反性质的集结 的一件事情嘛？不会有人支持。但是就也有了既得利益者，就比如说像我爷爷他讲的，当时的一些既得利益被损害的那些浪人，当时既得利益者其实，嗯，就刚刚那个前面那个老师应该有提到说，这些本来工厂或者资产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要走了，他们必须紧急的可能贱卖也好，或者是他们留不住，他们被遣返回日本去，所以他们可能就紧急的哦，我就随便贱卖，我就交给本土的一些士绅也好，自己好朋友了，熟的人，对对对，对这些台湾人。好，那台湾的人呢，他们拿到这些东西，
国民政府来陈仪来了，开始点交哪些东西本来是日本政府手上的，如今你应该要交给国民政府，对，而不是你收在私人的口袋里面。对，好，这些人一旦资产被抢走了，所以这些人的后代们，他们会说国民党是来接收的。嗯嗯嗯。但是你能想象说，他们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民众的。对，工厂那些很多很多制造的工厂还是什么的，它本来其实是本来就是国有的东西，然后让国民政府来去做、嗯、做接收，嗯，现在却被渲染成哦，这是一个接收的。哦、你讲的这种例子就蛮具体的，对，这种情况的确是对，嗯，对对嘛。那然后我更别提说228期间，弹官署攻击厂抢军械，一堆这些的事情，在任何国家的统治下，都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谈判是可以恐怖是可以解决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现在228的历史，大家都强调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上岸镇压之后的历史，之前的都没有人在谈。对，那、嗯、那你像你一定也听过二七部队现在是被捧为英雄的，嗯、是守护台湾的英雄、嗯。但是有人真的去探究说，哎、欸，二七部队为什么会成立嘛？好，那当时嘉义还有民兵为什么要攻机场？攻机场、围攻机场这件事情，在放在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我们讲近代的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恐怖攻击。我们讲、恐怖攻击嘛。嗯，那好。不知道杰克你有没有听过陈澄波这位台湾画家？有，那画家也是近年来一直被一些史官拿出来说，哎、欸，他代表台湾人去谈判，嗯，去在围攻嘉义这个民兵围攻机场的时候，代表去跟国民政府谈判，最后却惨遭国民政府的杀害。是那为什么没有人去问说陈澄波当时代表谁去？跟国民政府谈判、嗯，然后如果你是国民政府入世的角色，你被围困在机场里，如今有台湾人来跟你谈判，你会看作他是什么？嗯、你会看作他代表谁？嗯、对不对？那这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国民政府一些比较偏激的作为，整个二一师一上岸以后，情势被掌握以后，他们为什么会更激烈的去哦，我要抓一些？我们讲戴罪羔羊也好，或抓一些人来交差了事说，说、嗯嗯、啊，这个前面的动乱就是这些人搞的。对，因为他们其实前面就遭遇了一连串我们讲、嗯、被围攻，围攻机场。对，我目前听起来依然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难道他们是拿竹刀、竹枪去围攻机场吗？一定是有、啊，就是恐怖攻击在前，军队镇压在后，有火力有。对，有火力，你不可能拿着竹刀竹枪去围攻机场，是一定是有了火力才有办法让国军有会紧张到说，那他情势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对，好吧，我大概补充几点，其实刚刚前面那个老师讲的已经非常完整了，我觉得对您补充的也很好。也许我觉得也许那个老师，我真的很高兴说有。在却最前线的这么年轻的老师，他还能一个很公正的不同的角度来让学生去教我们的年轻人，对对对，而不是说哦，就懒人包史官一来，然后大家就信，嗯、大家就是这一套，国民党就是倒，真的台湾不会好。这个我觉得清代的史官就近年的史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对啊。阿包，但我觉得你也不错啊。你是自己对历史有兴趣吗？还是我对这块很有兴趣哦？所以你是自己有兴趣的？可能因为我有一点外省的血统吧，所以我会、okay. 也许我也有点偏啊。刚刚前面老师也说，每个对历史这个解读，每个人都是有主观的，是没错，所以我也有我的主观那样。反正现在的官方解读也偏啊，那他们也可以偏，我们也可以偏呢、啊。对，好了，我大概补充就到这里哈。好，谢谢你啊，阿包，谢谢，下次欢迎再来啊，谢谢，好，拜拜，拜拜。